皇上驾到！征伐大将军叶冰明拜见皇上。你先退下。是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叫什么？叫皇上。姐姐，虚实宫中晚宴，陪朕去更衣。沙漠那批地图都处置了，姐姐放心，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死人了。如今朕能指望也只有姐姐。那位此次入京，朕想请兵八千驻守幽州道，朕再给你金兵五千。真的？金无戏言，朕君临天下，你想要什么朕就可以给你什么。谢谢皇上。姐姐，我听说太后又在替你争取南妃了，朕内忧外患，何有闲情谈儿女之事？姐姐辛苦了。你记住，天下皆乃万物。启禀陛下，大将军遭遇伏击。什么？大将军身中剧毒，军医束手无策，快快传御医。你们是否可解？此毒无药可解。全部拖下去，斩了。皇上，大将军。大将军得救了。正是正是，听说啊，被一个小郎中治好的。我北唐国倒是人才济济呀。奴才这儿还有几件事务，请皇上圣断。念。河东郡求银30,000，提高河坝。准。山南郡求开国库，赈济灾民。准。太后遣叶廷甫为皇上甄选南妃。准。谢皇上隆恩。征伐大将军叶冰明拜见皇上。起来，谢皇上。走，陪朕去看个热闹。朕近日有意前往。你的手工伤了。天下男人皆乃玩物，你把朕当成了耳旁风。有多残忍，臣没有忘记。好，你说那个人是谁？陈潇潇。什么？转身之后终究成灰尘。